一，还有最近参加好还有海明兄的样子。OK， 再来呢，还有唯一规矩的天气，天气我要看 Brandon 翻白眼。只要你讲鼻子，我就表演翻白眼。也有人来跟我说啊，我就是那个谁谁谁，我是自己的。对啊，他们非要自己逼了，然后今天就说让我们的筋骨坏，但是没有让我们选择筋骨也不变的。